欢迎来到同分母分数加法二。我们今天会讲一下大分数加大分数的。好了，我们有一个例子，一又五分四加二又五分三。当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留意，首先将整数加埋在一起，再将分数又加埋一起。我们会发现答案呢就会是三又五分之七。不过呢，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大分数，在分数的一部分呢，我们有一些东西要再将它转变成为真分数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的五分之七，我们要将它转了做大分数。如果大家記得的話，我們會將它分子除以分母，我們就會等找到答案是一如二。我們知道的答案是一如二的時候，即是說五分之七就是等於一又五分二，那三加一又五分二就是四又五分二了。我们也要 check 多一次，看看有没有需要去约减分数的部分。这里没有约减，我们就得知这个是正确答案了。